開始啦，哈納咁啊，做咗21年啦，咁就我老婆香港人，咁啊想翻嚟香港教書咁啊。我老婆兩個博士位叫犀利嘅心理學位，咁啊，但係7年前過咗世啦，咁就留低我一個人香港，所以我老婆就話：唔好走啦，你啲朋友世人福，所以喺度繼續侍奉啦。咁咧，我特色咧就係咧，我翻嚟嗰陣時咧，我教我喺中華神學院嗰度教神學嘅，咁啊。吳權斌就係我個 friend 啊，喺嗰時去放學嗰時一齊走嘅，佢同我相反嘅直線，我活嘅，所以兩個咧就夾得埋啦，超級靜嘅佢，佢學生好中意嘅嚇，但係我咧就佢學生中意嘅，但係我同學生食飯嘅，所以佢呢種關係嚟講好怪嘅，咁啊好 friend 啦，咁佢嚟咗呢度，我嚟呢度先養成，我嚟呢度先嘅，咁啊好啦，咁就。我因嗰時候做好多，開始啊，松即係我嗰陣時我要離開中馬嘅時候好怪嘅，因為我咧就 sponsor 我哥哥姐姐喺美國，但係佢未攞到 PR 之前，我嚟咗呢度。咁啊，美國就寫信俾我話：，哇，你唔得喎，你話團聚喎，同屋企人，你又走咗嚟香港，咁話你唔可以，你要翻美國。哇死了，那時候我老婆開始病的，我說回不了去的，那怎麼辦呢？因為看上website有兩樣東西要做，留在香港，第一做領事館，當然沒有call你做領事館，第二要做宣教士，那就不迫得已了，那就走去溫州去到教書off and on在那裡，就是maintain那個missionary status。3年之後我老婆說不行，我病到犀利了，你冇再喺嗰度啦，即係雖然我係 weekend 咁去啫，係嘛？需要 emergency 需要你睇住嘅。Hello， 咁啊就咁啊嗰陣時我咁，雖然唔係，所以咧我就諗一諗嘅時候咧，恩福咧又需要一個人替佢哋做話語部喎，因為阿夏牧師咧，你哋識唔識夏牧師啊？唔識。唔識夏牧師走啊，夏牧師走啦，咁啊揾我啦，咁啊。我都不懂講華語啊！嗰陣時嚇，我唔係咁叻嘅嚇。我喺美國教一科啫，就係港獨教華語，其他唔講噶啦，閉關唔講噶啦華語。話啊，你做啦咁啊，做啦做，因為呢度係好特別嘅。夏牧師叫你做，你唔做唔得噶啦呢度嚇。夏牧師最有權威噶啦，佢同我 friend 嘅，咁就喺度做咗，繼續做呢個華語部啦。咁而家我哋華語部咧就轉咗好多區啦。咁我係負責華語、英文、印尼文，啊，同埋長者一個長者啦，同埋一個夫婦嘅團契就兼結啦，啊，同埋四查啦 ，Jeffrey 啦，所以我工作就好怪嘅，好多嘢嘅。好，咁啊，翻返嚟正題啦嚇。點解我教你呢、這個4個禮拜咧？因為冇人教到你查經啊嚇。咁啊，因為神學院咧而家開始係教你解經嘅，唔會教你查經嘅。查經一個失去一個技術嚟嘅，啊，即係通常你首先問你，啊，你冇學查經咩？因為我成日講教會名，因為讀咗俾人聽㗎。因為教會咧係查經底嘅，你大組咧冇人嚟嘅，三分之一嘅人嚟嘅，查經咧係啊，就個個嚟嘅，嚇係咪啊？查係咁。係啊，呢度係咁嘅，咁咧就。我係查經好 strong 嘅嚇，但係你問嗰啲大部分童工咧，佢哋查經又唔係咁 strong 嘅，因為受畢業都唔係教呢樣嘢嘅嚇。咁唯一嘅地方教咧就係 Dallas 啦。Dallas 第一科咧就係要 Bible Study Methods， 即係查經法，就介紹你 YA 先乜嘢 YA。而家都通常叫 Hermeneutics 噶啦，即係解經法嘅嚇。所以咧我就。在這裡我都是義務幫很多同工看他們講章的，是引入另外一個看的，除非你們很高層我不看了大部分呢，即不是我的 peer， 不是我 level 那些新入來的那些照我看的，啊，Billy 啊那些這樣的我看的，你老公沒有在這裡做過 full time， 所以沒有看過但是大部分這裡的人呢捱不捱到呢就看他們查經的，因為不單止要講道，你這裡要大預查的，我未睇過教會要大預查的，
所以你要 run through 一次同你組長。你組長話你唔得咧，你就佢哋結婚唔理咧，你就好慘噶啦。所以咧、那個查經係好重要嘅嚇。我時常講，我唔係最叻嘅，唔係我唔係最勤力嘅呢個教會啊。嗰啲同工咧個個捱得好，但係唔打得，因為冇查經法啊。冇查經法咧，最後係點啊？參謀書咯。十個同工咧，我哋開始咧都係十本書嚟講一篇經文嘅，講唔到嘅。如果冇書咧，死人嘅，就係咁嘅，咁就下場啦。所以咧，我就好多義務都係自己教翻佢哋。咁大部分都用文法嘅而家。嗰陣時開始點幾時教咧？就係、是、疫情嘅時候啊。疫情咧，咁我哋嘅前主任牧師又唔講名嚇，唔係。就退休咧，就係、是、我知道咧，如果佢退休咧，就冇我哋嘅教會噶啦，即係咁我係 dead 是乜嘢咧嚇？咁以前靠佢啊嘛，所以話唔得啦，我哋個個都要及住佢哋嚇，所以睇曬全部人噶，所以大部分嗰陣阿瑩瑩啊嗰啲咁全部俾我睇曬，蕭培啊啲個個都 run through 一次俾我噶啦嚇，所以冇邊個走得我唔自生嘅同你講，但我係嗰個 nice 嘅。我係 nice 嘅同工嚟嘅，所以都好錫佢哋，同 make sure 佢哋得嘅，所以我就想教你哋乜嘢係build on OIA 去到 exegesis 嘅教導同講道啦。你帶查經都係用依圖啦嚇。依嗱，我以前咧喺宣教嘅時候，人哋問我喎，牧師我唔係我主要牧師唔係咁教我喎，我係。佢教會嘅自己嘅神學院都唔係咁教喎，點解我要學你嗰個方法咧？又咁 challenge 我喎 ，which is true 嚇，係啱嘅。點解你要學我咧？咁我諗到一個方答案咯，因為呢個係一個 option 咯。你有第二個方法啦，你唔使係只係一個方法，就係話咧參謀書或者你，我哋時常講啦，呢度咧聽到咧嗰陣時咧，通常咧靠感受嘅。我啲姊妹同工咧好叻嘅，佢講詩篇咧感受出曬嚟咧，冇人叻過佢哋噶啦，靠感受溝通學啊嘛。第二樣嘢呢度咧就靠經驗嘅，即係嗰啲越大年紀嗰啲越有經驗，覺得越好啦。其實咧都係空嘅，因為佢哋講佢哋的積埋積埋經驗，人哋都試佢又消化得咯。所以如果你媽媽你爸爸講嘢咧都會好用。因為有經驗嘛，但係唔係查經嚟嘅咯。我時常都講，我廢曬佢哋武功嘅，因為唔係查經嚟嘅。第三就靠梁光嘅，因為梁光咧，我睇到一個感受，我睇到一個 insight， 咁我教你就好似一個智者咁教你啦。但係呢個唔代表佢同聖經熟悉喎，啊，所以你要學 OIA 同埋學注釋啦。Exegesis 呢兩樣嘢好 basic 嘅，啊，你因為你再得捱得咧，唔打得唔得嘅，打得嘅意思咧，又可以同呢個經文講，嗱呢樣嘢呢樣嘢係咁噶，鐵證嚟嘅，啊，所以我要學呢、這個，我你話教你嘅又唔係我自己喎，係聖經嘅，啊，所以你學下睇下你呢個 option 係好好嘅，我就係 Dallas 畢業啦 ，Dallas 畢業 THM 啦，咁啊去咗。出嚟同我個 demon 噶啦嚇，咁啊但係睇個天涯海角去曬噶啦，全世界即係睇到乜嘢最好啦。咁我自己咧哦，世間係咁嘅，咁我就整咗呢個文法聖經嚟啦。就因為我老婆咧未死之前就同我講，佢係我最好嘅文法聖經學生，所以病嘅時候咧我喺床邊咧就開始做新約做咗年半，做舊約做咗兩年幾啦，所以做咗兩年幾嘅時候。做咗中文啦，就翻去英文嗰度做咗英文，所以做英文咧就做印尼文啦，做印尼文做西班牙文，做西班牙文咧做埋菲律賓文，所以做咗五個語言嘅啦。但係全部除咗中文咧，全部係新約嘅啫，即係中文係新舊約嚇，所以我都係做咗好多年嘅啦。我而家唔做啦，睇到都～sorry 啊，我唔想再做，就係因為咧太多嘢搞啦。你以為我做得好輕鬆，但係好辛苦嘅嚇。嗱，所以我首先咧，你記得一下，因為你神心好多嘢講嘅時候咧，我因為我
我 training 咧就中西兩化嘅，我講嘅嘢咧就好快同埋好倔嘅嚇，所以你哋唔好報翻俾你哋神學院老師聽啊，老師話你哋唔夠查經法啊，咁我死啦！但係我全部錄曬，少少望係冇所謂啊。咁咧就係冇所謂啦，大家學下啦嚇。咁咧就首先咧，我哋應該祈禱啦。首先我教你點個點一個 basic 嘅讀嘅查經嚇。咁我今日用我四個禮拜啫，好快，因為以前我做六個禮拜嘅，我同工我做十個禮拜嘅，所以我谷快你哋嗰啲學啦嚇。因為主要就係touch base 睇下你哋學到幾多啦嚇。一啲學到咧又未必係相信呢個係方法嚟嘅，所以你哋自己混淆一陣啦。但係我俾咗 option 你知道。哦，呢、這個 option 可以用到嘅嚇，睇、啊、你慢慢睇下咩 option 最好啦。但係啲 option 咧就係、是、你只一手去睇，唔使成日靠參考書啦。一日咧，因為冇曬神學院咧，呢、這個世界咧，你自己生存嘅你就識用噶啦嚇。好嘛，我就去祈禱先。親愛天父，我哋感恩今日我哋有咁多位生受生，你一齊彼此學習。主啊，你個話語好寶貴，求主與我同在，俾我哋能夠放棄我哋喺學院所學嗰啲學術，同埋好多好多書，我覺得真係讀唔夠啊，講唔到。但係主啊，我知道你係我哋嘅，你係我哋最好嘅。你是我們最好的老師，求聖靈與我們同在，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好，我們首先看腓利門書，好嗎？你們有聖經嗎？我們讀一次，我首先教你們呢OI basic 啦，你以為懂一下，你看到之後你就覺得自己不懂的了。腓利門書咧，我話好難教啦。希伯來書之前，咁我遲啲教你點睇，點用呢、這個，點用我俾你嗰啲史嚟睇下。哦，我明白佢前邊係。好精彩的，我教你嗰啲嚇，因為人咧好活躍噶，我唔會 boring 嘅。好，佢哋們書，我哋一齊讀啦嚇，一到十五節，一二起，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弟兄提摩太，這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和同你子雅斐亞，並與我們同當兵的阿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因为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日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有谁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亚历西姆求到你。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存留过，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他就是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不再是奴仆，乃是個個奴仆，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不拘是我的體恤，是我主説。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他若虧負你，或欠你什麼，都歸在我的帳下，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心不捨的。我並不論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得暢快。我寫信給你，相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所說的。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盼望藉著你們的禱告，必蒙恩到你那裏去。我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我，與我同工的馬可、阿里達古、禮馬、路加也都問你我，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裏。好，那查經咧有幾個 basic 嘅，第一個咧最初教你咧好多叫你六合啦，係咪啊？依個六合方法嚟查嘅。第二咧，我哋 Dallas 咧就學學嗰啲structural 啦，呢個結構嘅記號啦嚇。咁啊結構記號咧，主要咧我哋就用 CPR 啦，即係有十個嘅嗰陣時咁多嘅。但係最主要咧 C 咧。CPR 咧就係急救嘅嚇，我用嘅 C 咧就代表contrast 啦，對比啦，有咩對比嘅字嚇？個 P 咧就代表 progression 啦，漸進啦。R 咧就代表 repetition 啦。呢三個要留意啦，我遲啲發俾你啊，而家我錄緊咧，所以我發唔到俾你嚇。因為 CPR 就係呢、這個十個記號裡面咧，我唔抽太十個啦嚇，我最主要三個啫嚇。咁第三個我想教你咧，就係呢個二個注釋啦嚇 ，exegesis 就係三個嘅最重要嘅啫。邊隻字咧係嗰個 command 啦、imperative 啦，喺個 Bible 度要留意啦。個 P 咧就係代表個 purpose 啦 ，purpose 咧就通常有個 hina 嘅介紹嘅嚇。咁個 R 咧就代表 reason 啦 ，reason 咧就係一個 God 嚟介紹噶啦。依三個咧個 imperative 咧 command 咧，個 P 咧個 hina 個 subjunctive 咧個 purpose clause 咧係好重要嘅嚇。第三樣嘢好重要咧就係 God， 你留意三樣嘢。咁每次教導或者講到嘅時候咧，你睇個作者嘅原意啊。我講作者原意咧，佢用呢三樣嘢咧就結構係好強嘅，所以留意佢咧，你就唔會走亂噶啦嚇。你睇耶穌講比喻咧，有陣時啊，佢用一個命令嘅 watch out 嚇，咁咧係講個故事嘅。咁佢開始嗰度咧，那個命令你咧就係闊曬全部噶啦，所以你唔好淨係揾嗰啲撩骨啊，行緊條路嘅路代表乜嘢嗰啲唔係噶，佢一個 main。佢個作者原意係想咁講嚟嘅，我哋時常都講，你記得作者嘅原意 ，author's intention， 就係你唔好做咗你 reader's response， 唔好話你喺嗰度感受乜嘢，咁你講，你就變咗 reader's response 噶啦，咁就冇用噶啦，冇價值噶啦嚇，因為十個人都有十個唔同嘅辯解啊，我相信你哋唔會好多個周星馳個西遊記啊，我好中意西遊記嘅周星馳啊。為咗愛個女仔，係咪啊？要救翻佢咧，就帶個箍，咁啊，願意行呢條取西經嗰條路啦嚇。依個係有好個 reader's response， 你點要演繹周星馳 according to 你嘅 idea， 係咪啊？聖經又係咁㗎，好多人咧講，其實咧一睇就知道唔係
個作者係謠言嚟嘅，但係講到靚嘅喎，我都俾十分嘅。我成日同啲同工講，溝通學俾你十分嚇，但係內容咧我俾你三分，因為咧唔 accurate 啊，好品好 abundant 好豐富啦，但係唔 accurate 係咪？所以我就時常講你翻翻查經啦，但係佢哋唔識查經喎，咁先識嚇。好，咁我首先就講六合先嚇，你睇呢段經文咧，嗰六合咧其實唔使六合噶，因為咧你有 Greek 同 Greek 同 Hebrew 咧已經俾曬你嗰啲如何啊。如何呢就是你的 participle、你的分詞在聖經就是那個如何的了、那個為何呢就是 God 給了你的了，你不用猜誰是、我主要呢要查 for 你 kick off 你的查經法呢，有時候我一個很短的經文呢我叫找什麼呢 Who 何人Where 何地或者何處、第三呢我們講、何時什麼時間、這裡看到的了、何物呢你要找它的動詞就可以了，它 kick off 的時候呢它用什麼動詞來解釋給它、但因為中英文呢就不同的，因為中文呢就是用它的中文的 grammar 來處事的、我睇第一節先，我每節咧就揾個何人先，好嘛？好，我哋第一節，你第一節有邊個咧？保羅，仲有咧？耶穌基督啦，係咪啊？係摩太啦，仲有腓利門啦，阿腓亞，阿腓亞第二節㗎嚇。Okay. 好。有幾樣嘢咧忽漏咗嘅，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字你忽略嘅，因為原文咧係 noun 嚟嘅，但係中文咧就變咗形容詞嘅，係邊四個字咧？所親愛的。啊，未嘅，被扣的。我被扣的。啊，依個都係何人嚟嘅？佢何人咧唔係一定要名嘅，係佢嘅身份。或者角色，佢身份係乜嘢 ？prisoner 係咪啊？好，第二個字咧，係身份或者角色。親唔係啊，兄弟。睇到啊？保羅有啲好 exclusive 咧，嚟咩㗎？嚟寫佢個字㗎嚇。好，第三個睇唔到㗎。何人是什麼親愛的，你看的就是的了，很多是的的、這個英文是 beloved、我是 beloved、最後那個就是什麼親愛的同工、fellow laborer、是 King James、好，第一節你看了，所以查經法不是那麼簡單的，有時我查經法我讀了經文我就找這些先的，跟他們他們熟悉的經文容易先計，如果你用讀了經文一開始查經他們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他們 run through 一次、找了何人出來先、好，第二節呢有什麼阿肥亞，阿肥亞第一個字來的，第一個字是什麼如此Beloved 親愛的親愛的阿菲亞，咁咧第三個字咧，阿基布係咪啊？當兵的阿基布啊，當兵的啊，好，仲有一個噶，要神學先得噶啦，你啊，教會啊，教會人啊，家唔係家係一個。教會好嘛？好，第三節容易啦。神嘅主耶穌。誒咁快跳咗？父。父。主耶穌基督係咪啊？好，第四節。唔係嗱，你記得我理他嗰啲咧，因為佢 observe 咧睇唔到邊個人嚟噶嘛，所以嗰啲唔算係嘅。即係一個啫，
就是神。第五節呢，主又好像啦，主耶稣还有一个众圣徒。众圣徒。好，第六節重複的了，基督耶稣。你看看，你慢慢看保罗怎么写封信呢，你看那些何人呢，很 interesting 的。现在慢慢看，你看这个字呢，就出现了一个字，出现了三次的，是什么？基督。是的，基督和耶稣嘛，是吧？所以你看他怎么写这封信呢，你慢慢看铺排呢，他就慢慢来挑战或者是鼓励这个腓尼门。但他用的字呢很犀利的，你用 run through 一次何人，那你就看到的了。好，第七节呢，兄弟还有众圣徒。众圣徒现在几次啊？两次啦，是不是？兄弟呢？兄弟几次啊？第一次啊？两次。你看慢慢去揀的字眼呢，很犀利的，慢慢怎么打破腓尼门呢？第八节呢？就怎样？基督。第九节呢？保罗。基督。还有呢？被囚的。还有一个，你想不到。什么的啊？像我这有年纪的。年纪的，年纪的。保罗呢，很犀利的。第十节呢？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还有呢？我们西姆嘛，是不是？好，十一节就应该没了。十二节呢就应该没了。你们那里中文是心上人，但原文是那个心肠，心肠，所以那个不是人来的。好，第十三节有没有？没了。十四节都没名字身份了。记得身份和角色都是来的。我想教你们这件事先，因为那些人通常都不知道，只是名字，其实不是的。身份角色呢，他寫下去就是幫助你看的何人的。十五節沒有了，十六節有了。勞仆。還有呢？兄弟。還有呢？有一個主。還有揸一個什麼的？親愛的。我經常留意到的，你們留意不到。好，十七節同伴。好，十九節，十八冇啦，十九。保羅。二十節。兄弟。仲有咧？主係咪啊？主幾多次啊？三次。二十節噃。兩次。兩次啊，係咪啊？應該兩次係十節嘅。我試下再主嚟嚟啊，並且使你心裏基督呢、這個唔係基督係主嚟㗎嚇，原文係。好，二十一節。應該沒了。二十二節應該沒了。23基督 again 耶穌。基督耶穌坐監的還有名字。好，24節有幾個名字？同工的。同工的，那就加上四個名字，是不是？好，25節主耶穌基督。好，現在 run through 一次何人，你自己看到立即的那個，我不想這樣感受，立即的觀察是怎樣？主耶穌基督。你看他怎麼寫，你扣他的，扣他那個書，是不是？所以呢，這個是一個困難的一個情況來的，但是保羅呢，就從主耶穌基督來做一個 foundation， 他們說的東西，好吧？好，這個你們大家學識啦嚇，你記得何人咧？唔係單單嘅名嘅，仲有咩啊？身份同埋角色啦嚇。好，第二樣我教你咧就係何地何處嚇。好少人識教你啦。教你何人咧？何地咧？通常教你 L.A. 啊、K.L. 啊嚇、Hong Kong 啊啲咁嘅何地啊，其實唔係嘅嚇。何地咧超越嗰啲嘅英文咧就 in。中文是在，那你就知道在哪裡了，好嗎？好，我們去第一節先。
約報啊，第二節有啦，第一節應該冇啊。喺邊度啊？在家。啊，在你家。啊 ，where 喺呢個屋企嗰度嘅教會。好，第三節應該冇啦。第四節就應該冇啦。第五節咧就應該冇啦。第六節啊，應該冇啦。嗱，在基督耶穌裏有嗰啲唔係真正嘅在嚟，嗰啲係關係嚟嘅，啊，唔係 location 嚟嘅。啊，好，第六節有冇？冇啦嚇，在你愛你嗰個關係嚟嘅啫。第八節就冇啦嚇，第九節都冇啦。啊，二十節有啦，係咩啊？就係困所中，嗰個都可以講係一個地方嚟㗎啦嚇，就係監獄嚇。好，十一節冇啦，十二節都冇啦，啊，十三節又有一個啦。啊，在咩啊？又係個困所，英文係 bonds 啊嚇。佢韻字喺嗰啲扣裏面噶。好，十四節有嘛？冇啦。十五節冇，十六節冇。在肉體嗰啲係關係嚟嘅嚇。十七就冇啦。十八都應該冇啦。十九都應該冇啦。二十節在主裏面都係關係嚟嘅。廿一節咧，在你嘅順服咧都係關係嚟嘅。英文係咁嘅，在你順服。二十二節預備啊，處啦，係咪啊？一個住處，但係住處咧，其實一個都唔係在嘅，一個係一個直情係一個 object 嚟嘅，啊，唔係在嘅嚇。咁留意啦，嗱，呢個唔係。scientific 最 accurate 㗎啦，但係俾你一個 exercise 嚟嘅啫嚇，唔使處理太緊要，俾你 observation 嘅 exercise 嘅啫嚇。好，而家講咗何人啦，講咗何地何處啦，咁啊何時啦嚇，我哋翻返去第一節。好，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有第一、第四節，去到第一到第四節得一個啫。何時？嗱，嗰個在禱告嘅時候咧，嗰個咧就係其實係呃人嘅，因為咧你睇原文咧係分詞啊 ，possible 分詞咧有兩個用途嘅，就係 when 同埋 how 何時？翻譯咧，如果原文嘅係分詞咧。中文咧就翻譯，英文咧就翻譯加個時候落去嘅，但係原文冇嘅，所以你睇唔出係個時候嘅，所以就翻譯咁啦。但係英文冇噶 ，in my prayers 咁嘅啫，所以睇唔到嗰個時嘅。但係一個字咧，第四節係時間嘅，你睇唔出㗎啦。第四節啊，上係啦，上嚇你冇諗到咧係嘛？你有時時間嗰啲一定講夜晚早上嗰啲唔係㗎嚇，啊上上係咪時間？係啊嚇。好，第四節你留意啦。嗱，我哋而家咧唔係樣樣都可以用到嘅，但係我俾你知道保羅點寫嗰封信啫。好，第五節應該冇㗎啦，第六節咧就應該冇㗎啦，第七節冇㗎啦，第八節應該冇㗎啦。第九冇啦，第十就冇啦。好，十一節。我想問第九節嘅現在係係咪原來或者點解好？啊啊，又係啊，現在啦嚇。哇，好嘢啊 ，accurate 啊。第九節現在 ，now also a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啊。中文有冇啊？現在有嘅，中文有嘅。好，十一節啦。從前，從前啊，從前。如今，啊，從前如今，好犀利啊！十三、十二冇啦嚇。二個現在，
十二節啊？我喺度冇喎。英文冇啊。啊。你明白嗎？啊！但係我同你講唔係最 scientific 噶啦，但係要 stretch 你自己啦嚇。好，十三節應該冇噶啦，十四節冇啊，你哋 check on 我啦嚇。好，十五節。暫時。咁咧？暫時要咋？你記得？永遠。係咪啊？好，十。六冇啦，十七冇啦，十八有啊？不在邊啊？不在 ，no longer。no longer， 睇下第幾隻？十六。第幾隻 ？no longer。十六。十六。not now 咯。哦，又 now 啊，係啊 ，not now 好嘛？留意先啦嚇，好嘛？你慢慢自己做 adjustment 啦。我一陣你用可以用。原文嚟幫你睇啦，但係暫時係 observation 嘅啫嚇。好，依家冇啦，十八、十九、二十，暫時都冇啦嚇。好，咁呢個 first round 咧，嗰位咧就六河咧，我淨係研究三個啫嚇。邊三個啊？河人、河事、河地啊。我哋做河物啦，因為河物咧，我教你 Greek 咧，你一睇就睇曬河物噶啦嚇，暫時唔使嚇。但我講同你講三個查經方法嘛，一個六河咧，你用三個得啦。另外一個咧，我就教你，我通常係教十結構記號嘅 structure markers 啊，一個好勁嘅 structure markers 咧，就通常我用對比 contrast CPR 嚇。contrast 好，你睇呢度咧有咩 contrast 啊？第一節開始到你自己講啊，而家你吸咗 warm up 咗噶啦。好，一到九啦，有咩 contrast？ 我諗好多可能係悲愁同埋弟兄。第幾節？第一節。被囚好像明白就哦好嘢喎被囚但兄弟他都冇講到他可以有一個 free start 啊好 very good 嚇、啊、你記得咧、這個依 OIA 咧係唔係 scientific 嘅嚇、啊、就睇下 test 下你個 observation 咧好仲有咧第八九節第八九節點啊佢話佢可以放膽但佢選擇去問內心求佢。I might be very bold。bold， 但係咧，對比邊個字？第九字。咁係咩啊？邊個字 exactly？ I'd rather appeal to you。bold 同埋 appeal 又好啊嚇。嗱係咁咧，係嗰個 to beseech you 啊，應該係第八節嗰個吩咐。不是煲是吩咐對比第九節那個球去了嘛擴膽吩咐嘛求你這個對比啦、即未必是那個擴膽吩咐就是有 power 嘛、求呢就是 passive 的嘛、好還有什麼好，而家係十節開始啦嚇，十節到十六節，好明顯啦，係乜嘢啊？從前而今啊，就係從前而今。仲有咧，仲有一個喎，十二十三。唔好意思，十一節你哋睇咗一半啫。仲有咧？冇益處同有益處。啊，係啦，冇益處。仲有一個㗎嚇，好好勉強你哋。你同我啊，明白嗎？好，仲有咩啊？通常我叫你哋咧講咧，嗌埋個節出嚟嘅嚇。其實十一節佢講他，十一節嘅他同你算唔算係一個 contrast？ 他同我咯，你同我啦，都 OK 嘅嚇。但我同佢講唔scientific嘅，睇個人睇到就得噶啦。十二同十三
一個是打發佢親，打發佢出去，十三係留低。哇，幾好喎、啊！十四節咧。勉強同埋甘心。啊，勉強唔甘心。嗱、啊，你記得咧，對比嗰啲咧，以前我哋諗住對比咧就是、黑同白嘅，其實唔係啊，黑同黃都可以對比嘅，黑同藍都可以對比嘅，所以個甘心同埋呢個咩都得嘅啊，就係、是、睇你個 mind 係點睇嘅啫。以前我成日都抗拒嘅，又睇到哇，唔係真係有嘅喎嚇。嗱、啊，第五節都有㗎，主耶穌同埋聖徒。嗯不是絕對對比咯，但係係一個對比嚟嘅，係啊，唔同嘅 level 啦，但係嗱第九節咧，同第十節都有噶，唔係第八節嘅正話 Samuel 講嗰個第八、第九、第十噶，嗰、那個煲嗰個咧放膽啊，係對比嘅就九節一個字啊，我唔用膽。我用咩啊？愛，愛啦，睇睇啦，第九節裏邊有一個噶，係咩啊？睇唔到好，但係呢個愛心咧，對比一樣嘢噶，保羅嘅身份啊，啊？係啊 ，H 啊，我年長嘅你應該做噶嘛，但係我唔想用呢樣啦，我用愛心，明白嗎？你一睇到啲矛盾咧，你睇到張力咧，睇到對比咧，就大把嘢講啦，你講到。好，仲有咩啊？十六節。嗯？十六節。十六節。勞僕同埋高過。啊，勞僕，高過勞僕。兄弟啊！兄弟嚇，暫時同永遠存存到十。第幾節啊？十五節。啊，係啊，係啊。離開十五，離開同得著。離開同得著，好。哈哈哈！我成日揾到離開同收翻離開得著，好叻啊！嗱，如果你中意。你中意呢啲咁咧，你就好中意 Bible study 噶啦，無限嘅嚇。Trinity 做唔到呢啲嘅 ，Dallas 學到嘅啫。Trinity 好多 academic 嘅，係唔係依類嘅？嗯。啊，好，仲有乜嘢咧？先，仲有嗎？十八節歸父同歸在。犀利啊嚇！嗱，你個個都好叻嘅，我試過講，我童工係好叻嘅，就冇人教佢哋，所以你教你自己都識叻噶啦嚇。嗱，十八節都有噶，歸佢。十六都有按肉體同埋。啊，正話講唔夠啊，你哋。好，十九節有嘛？冇啊，唔好話冇啊，而家你睇到就慘啊嘛。上岸同虧欠啊。嗯哼，即係講咗啦嚇。好，睇下仲有冇？而家 free 啦嚇，睇下你有邊節都可以講噶啦。嗱，我講 CPR 嘛 ，C 係代表咩啊 ？Contrast 啦 ，P 係代表咩啊 ？Progress 啦，應該先教你 ，R 代表 repetition 啦嚇。好，而家我揾 repetition 啦。基督啦，好多啦嗰個嚇，有少啲少過基督嘅咧係咩啊？啊？啊，係啦 ，beloved 啦嚇。兄弟啦。兄弟啦。誒，你講幾多字先 ？beloved 第幾字先？一節同二節，一二節，十六節，十幾節先有啊？十六，哇，好犀利啊 ！Samuel 嘅眼光，我冇睇到咁遠，因為教得太耐啦，但係好耐冇逼咗教呢樣嘢。好，仲有咧，基督耶穌神啦，嗰啲講咗啦，唔使啊。第四節，第五節嗰度有嘅，第五、第六節，第五、第六、第七節係乜嘢？
愛心和信心，但你看很特別的，愛心和信心在十五節呢，第六節呢，剩下信心，第六節呢，就第七節呢，就用了愛心。我們叫 interchange。現在你研究那些呢，很悶的，他們只有 chiasm， 即是 A、B、C、C1、B1、A1， 這些叫 chiasm。但其實呢，這個是一個 interchange 的方法來的。這個就是 interchange， 它不是 A、B、C、C prime， 它是一加二第一節 A 和 B 第一節，下一節只是 B， 第三節剩下愛心 A， 聽到了，愛心信心的嘛，下一節剩下信心，再下一節只是愛心。這個一種我們叫 interchange， chiasm 是一種 interchange 的，所以就沒有 stuck on chiasm。 現在聽講到很悶的，每幾次你要整個 chiasm 出來，其實沒有的，簡單來的，所以就你要 free 你的 mind 呢，就用闊一點，只要 interchange， 因為有很多 interchange 由頭到尾，但未必是 chiasm 那些 interchange， 那你就看到它。好，那就聖徒，有沒有剛剛看到聖徒第七節在哪裡？聖徒一次第五節都有聖徒了，愛心講了啦，去到第九節都有了，是不是第五節，這個 interchange 就這樣跳法了，是不是看到五節、七節、九節囚犯啦，囚犯那個 prisoner 啦，是不是第一節、第九節兄弟呢在哪裡兄弟好玩的，兄弟第一節還有呢？第七節，還有呢？第二十節，十六節，應該我跟你們玩的兄弟呢，你們太 shock 了，太保羅呢，太孤寒了，我覺得保羅要封信，散了散了，滴滴，好，囚犯啦，咁啊 bond 就唔同噶啦，第十節、十三節同嗰個第一節嗰個囚犯唔同噶嚇，呢個係嗰個係 prisoner， 呢個咧就比較嗰個 tools 係困住喺嗰個好有啊，十六節 servant 啦，係咪啊 ？servant 兩次啊。還有什麼現在看完了差不多了，還看到有第五和第六節有信心，講了吧，信心開始是愛心信心，去到第六就沒有了愛心，只剩下信心，第七節就收回愛心出來，沒有信心，是不是要 interchange， 保羅用的 interchange。 好了，這個暫時啦，我但係同你講咩 progression 咧，就係話超過兩次嘅重複，你就睇佢嗰條線點走啦嚇。嗱，我俾你一個 progression， 第一節咧，正話講咗有咩字係重複幾次㗎？嚇？親愛的，被囚。親愛的得兩次嘅啫喎，即係唔屬於重複。Jesus， 誒，咪先。有三次嚟講，喺邊啊？第一節仲有咧，冇兩次係咪啊？好，Jesus 啦，我哋講 Jesus Christ 啦，睇佢點用先嗱。第一節咧，保羅係基督耶穌嘅 prisoner 啦，係咪啊？咁咧第三節咧就係個民安啦，就出於個主耶穌基督啦。第五節咧就係。他的愛心和信心對主耶穌，是不是？第六節呢，就是他在主裡面的善事在主耶穌基督。第八節呢，就是他吩咐他在基督耶穌裡面。第九節呢，又說他囚犯，這個又是interchange，第一節跳到第九節才找回那個，是不是？
咁咧，仲有乜嘢啊？先，我哋講佢乜嘢？忘記咗。Jesus 啊，好。啊，跳二十節啦。啊，23節啦嚇，23節。啊，嗱，點解咁耐有啊？佢唔做主咧，就用佢唔做耶穌基督十六節咧用主咯。嗯哼。所以你睇前邊咧嘅基督耶穌，咁啊下邊咧就轉咗去主啦，係咪啊？依、這個有一個。这个 sort of 不同的、comparison 用法、啊、但是都是一个、都 interchange 的、啊、interchange 不是用主就用耶稣基督、啊啊我不是想讲那样东西你看到了他讲那个 progression 呢我的 progression 不用说全部的我只是讲、一段的、比如呢保罗呢你看第三節、啊、第三節去到第九節，佢點用基督耶穌個 progression 咧？第三節咧就係講民安嘛，係咪啊？民安之後咧，佢就話我聽到邊個個愛心啊？我冇耐用我用主耶穌嚟民安你，而家咧我聽到你腓利門。對主耶穌基督的愛心和信心是不是、嗯、那就是第六節就是說你在主裡面得到的好處做那些任何事都是好處來的就是基督耶穌裡是不是但是第八節呢他的刀就轉得、啊、刀就本來是好的講你的好事的、啊、但是現在刀就指回你的就是說什麼我係一個唔係講你嘅基督喎、啊、我就基督耶穌裏可以吩咐你，但係我唔會咁做。而家講我啊嚇，我係主耶穌呢個囚犯，睇唔睇到保羅嚇？佢個 progression 你點用嗰、那個嗰、那個主耶穌基督啊？開始就民安。之後咧就兩次稱讚俾你們在主耶穌做嘅嘢，但係最後嗰兩次咧就話我可以在主耶穌基督吩咐，在基督吩咐你嘅，但我冇咁做，但係我都係基督耶穌嘅囚犯嚟嘅。咁你呢條呢、這個棋啊，呢、這個主耶穌基督嘅棋咧，保羅咁。設定呢個棋咧，你話俾你們容唔容易甩啊？好難啊，係咪啊？保羅咁寫咧 ，interchange 好緊要啊！啊，所以咧，如果你識睇咧，保羅好犀利嘅封信。我以前教十幾年咧，都係教呢封信，即係哥羅西太長啦，我都係好短時間教啫嚇。嗱、啊，仲有一個字咧，睇第一節咧。是 progression 嚟嘅，我即刻同你講咗，超過兩次出現嘅係咩字？弟兄，好，邊個係弟兄？第一節，提摩太，下次咧邊個係弟兄？第幾節？啊，好，第三次，啊。啊！佢依個弟兄同佢哋兩個弟兄幾唔同？弟兄，哎呀，保羅搞乜鬼啊？咁佢意味著係乜嘢啊？想同腓利門講同等，唔係同等喎、啊，仲叫高一等啊，親密啲啊，係咪啊？咁對腓利門收到封信咧，有咩影響啊？笑喎、啊！唔係喎，報咁慌咗咯喎，係啊，嚇、啊，佢係咪佢設備嗰樣嘢啊嘛？保羅係佢好衰嘅，又話你弟兄又話唔係，但係咧弟兄第一個人仲夠寶貝弟兄，咁第四次有一個弟兄喎，邊度啊？十節十，哦又錫翻佢喎，係咪啊？啊你係我弟兄喎，係咪啊？嗱，嗰數字咧，腓利門最多講弟兄係佢啦。嗰、嗯那個
quantity 最多就是腓利門啦 ，quality 咧就邊個啊？係啦，所以點設備點寫本書啊，係一個 masterpiece 嚟嘅，好經典嘅啊。但係呢啲唔係樣樣可以用到嘅啊，但係咧俾你留意嘅啫，好嘛？佢點查經就得啦嚇，講到咧就睇下你有技巧有幾多啦嚇。好，呢啲叫做 progression 啦啊。progression 咧有陣時咧，你睇十六節嗰度咧有 progression 嘅喎，係咩啊？路布，佢咧高過路布，咁咧啊親愛兄弟，嗱十七節嗰度仲有噶，同伴，啊睇唔睇得啊？好搞嘢噶，保羅嚇，誒慢慢設備點嚟做啦嚇。好，仲有一個 progression 咧，你睇唔出嘅就係、是、同嗰個字啊，同咩同咩啊？第一節、第二節係同咩啊？第一節同工，第二節係咩啊？會同當兵，同當兵啊！仲有一個同咩啊？仲有㗎？去到廿三節嘅，啊係咪啊？啊，所以你留意呢啲咁嘅。progression 啊，我話唔係個樣好用到嘅，但係咧樣嘢都知道佢係點做啦嚇。好，但係仲有少少嘅，有時可以 progression 佢嗰、那個第五節啊，愛心信心之後咧變咗乜嘢啊？第七節。愛心信心信心第七節咧就點啊？喜樂，愛心係咪啊？暢快，所以呢啲咁嘅都係 progression， 有時攞啲 progression of feelings 得嘅嚇 ，emotion， 你唔需要即係限制第三、第四、第五節嘅，有時攞去揾曬全部嗰、那個嗰啲情緒嗰啲字啊都得嘅嚇，慢慢。慢慢去揾啦，好嗱主啦，我哋主 in the Lord 啦，好嘛？在主裏面有咩啊？主基督啦，曬三節啦，主耶穌啦，第五節啦，係咪啊？好，咁我去到最尾嗰度啦，十六節，在主係咪啊？二十節在主。仲有嘛？好啦，所以好，暫時我哋去到呢度先，我哋 break 嚇五分鐘，咁我哋翻翻嚟呢個我講咗俾你聽啦。第二個查經係 CPR 係咪啊？所以差唔多係咁噶啦。下次我哋翻嚟咧就第三個咧就教你 C 另外一個 CPR 啦。C 啊代表 command 啦 ，imperative 啦。P 咧就係個 purpose 啦 ，hina。R 咧就要加啦，啊你要識呢啲噶嚇，注釋係講呢啲噶。我睇到神學院嗰度有啲 commentary 我好中意啊，叫 critical commentary， 即係幫你係多數 exegesis 嘅，佢同你講咧呢節裏面咧邊個係最重要嗰個 Greek 個字，好嘛？我暫停先，咁我哋再翻翻嚟再 continue 啦。